可以把它拿来榨成汁。但是这是我的尸体嘛？大家晚安。感觉要绑下来比较好。Again, again, we can try again. 美发小教室，大家晚安。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是大学生。谢谢大家。我是大学生了，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恭喜，谢谢。但是不知道，因为现在还没有全部都公布，只是有确定有争取的，现在只放榜了几天而已。放榜的那间有争取，其他还没放榜，还不知道会去哪一间呢。对啊，我现在是大学生。哎，我争取二，称赞一下我，争取很开心吧，蛮开心的，蛮开心的。接下来小雨的新日望。期末考还要考期末考，啦啦啦啦啦啦，什么卡丘什么意思？对，真的真的很厉害，谢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去面试发生很有趣的事情，真的很好笑。小白兔，小白兔加油！小白兔你要加油。我现在是只绑了一边，然后另外一边没绑，太棒了。哎，这树葡萄真的很好喝，推荐大家可以，这是刚刚妈妈现榨，就拿很多颗树葡萄在啪，这样的。晚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面试发生很好笑的事情。昨天礼拜天，对，昨天我面试了，昨天我去面试了，蛮顺利的，热血高校，这感觉是超宝贵的礼物，谢谢贝德带我去流浪，谢谢，谢谢子宁的咖啡豆，对，我来附近，没有，我跟你们讲超夸张的。哎，没灯了，等一下，我现在突然一片暗淡，不能，我不能那么暗淡。我们要过吗？你要过吗？这边有屏吗？没有。我有 BB， 你要 BB 吗？我发现，因为昨天面试其实是我最后一间面试的学校了。我之前还有去面试几间学校，然后我前几间面试的学校，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在，就是感觉没有看过备审资料，问就是随便问问题的感觉吧，就是不是针对你的备审去问问题，然后昨天面那间学校，他们就是一副就是把你的备审已经看透了，然后所有东西都背起来的感觉。就前几间就是感觉就没有看过，但是昨天那间超可怕的，就是我昨天一坐下来，然后因为我进去我会先敬礼，我教授好，我是王一佳这样子，然后我就坐下来说教授好，我是王一佳，然后教授说哦王一佳我知道啊，嘉义王吗？
交往，对对对，对啦，对啦，交往，嗯，对，没错，教授您说的是，您说的是，您说的是交往，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您说的是，您说的是，哎，啊你们，我有看你们的那个 MBA 那个什么夕阳，哦，看见夕阳了吗？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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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你看啦，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我，这个我没有说，这个我没有说，假装里面有我，哎，啊，你们那个 TTT Festival 的那个 MV 是在哪里拍的？哦，好像在什么，哎，体育馆，新庄体育馆，有点忘记了，你有去拍吗？有啊，啊，你怎么，你不记得了吗？有点忘记了。啊，你们前面那个耍旗的也是你们团员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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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不错啊，教授很认真哎，不错，不错啊，很认真。有三个教授，其中一个教授说：“啊，我们昨天全部都聚在一起看你们的 MBA。”教授的指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教授，我觉得很荣幸，我觉得很荣幸。我们对你的备审资料很有印象哎。谢谢教授。恥ずかしい。教授，我要当你的二哥。没有啦，教授应该是因为我才知道这个团体。教授，我要当你的二哥。没有很尴尬，我那个时候说，哦，真的，哦，就这样，这样子，哈哈，这样子，这样子。样子谢谢阿基拉的掌声鼓励。教授，您推我啊？还有输吗？他只认识我吧？教授只认识我吧？他很推我啊！晚上好，就是一个蛮奇妙的面试经验。没少，对我今天精彩的部分已经讲完了，就在过了直播开始八分钟。就在直播开始八分钟之内，我已经把我今天想要讲东西讲完了。教授，你现在浪 life 有直播，记得来观看哦。没有吧？太可怕了吧！对，已经错过了，已经错过精彩部分，已经没有，已经后面已经。就是大家想要去吃饭的啊，或者是想要去看谁直播，已经可以去了。我们精彩部分已经结束了。教授不在好吗？超可怕的。而且就是那种就是老伯伯教授，不是就是老伯伯教授啊。因为我还有去面一些，就是有很年轻的，很厉害、欸，那么年轻，我感觉三四十几岁。他们感觉就是老伯伯教授，然后他们就超慈祥的看着你，这样超好笑。但是那间是我的最后一个志愿，他是我最后志愿，但是我被最后志愿吓到，就是怎么这样，超级对，就是超级慈祥，很可怕、欸，我一进去就吓到。坐下来哦，加油嘛！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对啊，最后支援那么用心，看我都很想把它排到前面一点支援。现在上不是啊，现在也只有一个有放榜而已，都还没放榜。看森林的感觉。对，教授，哎，教授是不是喜欢雨欣啊？他说特别问耍旗的那个。
教授知道。我跟大家说，我有一个新的企划，不知道我就是大家知道吗？就是你做完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之后，你就会一直想很多新的企划，你就脑中会突然想拍超多影片，但是你会发现你没时间拍之类的，反正脑中就会蹦出超多想法。用十个字回顾一下，就是教授看了我的 MV， 跟我分享他看了我们的 MV， 就是这样。六个，而且重点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我是已经知道我有争取了之后，但是还有面试，就是不同的学校，有些学校已经知道争取了，但是有些学校连面试都还没，所以昨天那间学校原本是打算很不想去面试，但是因为就是有撞到时间，所以我已经打电话去给人家改时间了。所以想说，而且重点是你们知道很贵，大学面试很贵，不去一下好像不行，所以我就跟你们说，我几乎完全没准备，连自我介绍都是要去的路上在开始看自我介绍，超废，就是抱着被取最后一名也没关系的心态了。教授没在看好吗？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经验，很神奇。而且昨天那间是唯一有附饮料跟饼干，前面都没送东西，很贵呢。哎，抱怨什么？人家给你去面试就不错了。好，不要抱怨，不要抱怨，不要抱怨，很贵，很贵，都1000多，一间学校1000多。哎，那6间学校，哎，6000多。还好我只有上5间，哎，但是也5000多，不是为了饮料，ダメです，ダメです。对，应该是吧，比较想留住人的感觉。昨天那天超爆认真，吓到我，吓到宝宝。私校昨天是私校造成压力，像国立的哎，什么都没有，去就哎拜拜之类的，对，不可能每次上课都有饮料是什么意思？教授在 DC 潜水太可怕，没有，是因为我背神有提到，就是有点相关，所以有提到，好吗？噔噔噔噔噔噔。但是国立那么差那么多，那个价格哦，那个学费的价格，哎，6万、5、6万、1、2万，哎，差那么多，差太多了，没有台大好吗？台大也太可怕。提到就去看人，还蛮好的。现在做什么？现在说什么？现在说什么？教授，我说你怎么？哎，我跟你们说，因为那间啊，不要气讲好了，反正就是我一坐下来就这样子，我就很可爱，跟你们说很可爱坐下来，然后教授就说你会紧张吗？我就说会，没有那么尖，没有那么尖，会这样子。你会紧张吗？会。然后教授说你很可爱，谢谢谢谢谢谢，会。很可爱，坐下来，嘿，会，会，怎么可能不会？说不会是怎样？说不会这样？不会，不会紧张啊。就因为我前面已经有争取了，所以这边其实我没有很紧张。这样讲吗？ダメですよ。ダメですよ。对，我被教授称赞了，哎，开心。很可爱，教授眼光，教授有眼光，哎，哎，你很可爱哦，教授有眼光，什么东西啊？而且我发现现在的教授跟我想象的好不一样哦，
原本想象那种就是超级凶，然后摆 peace， 问一些什么超多专业问题，然后你要很客套说啊，这道我以后会慢慢研究，就是希望未来能够进入贵系之后，希望可以请教授多多指教。没有，他们都问一些非常稀松平常的问题，比如说，哎，你家里会讲台语吗？叭叭叭叭，问一些很稀松平常的问题。谢谢浪里的挥手的枫叶。问了一半，没有，不是很多教授就会看说你的学习态度怎么样，然后这时候就会觉得很可怕，很可怕。对啊，现在都聊天，很开心哎，很开心哎。1、2、3，看个人资料，对，还有学测成绩，对，学测成绩也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学测成绩也是很重要的。哦，我还有面一见到有被问到最喜欢的艺人，我讲阿贝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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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开始炫耀阿贝少送我的礼物，突然炫耀，突然，而且阿贝少都送我好贵的礼物哦，噠噠，这是我原本有想买过，但是发现好贵哦，不是好贵，就是有点价格。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开心哎！还有这个木曜的阅历，阿弥陀，阿弥陀，好烦了吗？好，就到这里。阿弥陀。放阿贝桑给大家看，阿贝桑，不是，还有阿贝桑吗？寻找阿贝桑的踪迹，阿贝桑比较少，因为是后来才加入的。哦，相信同学，啊，不好意思，笑错了是吗？就是不好意思，好像没有了，好像只有封面有是吗？好像没了，对，差不多。这里，阿贝桑，给大家说阿贝桑，谢谢阿贝桑，还没忘记我。感恩赞叹，还有红包的是，拿你红包不好意思问你想写的。谢谢阿贝香，红包们。属命必坤达。好，秀完了，谢谢大家，耶，红包。谢谢林果的红包，对，就是来自迷妹这样，谢谢阿贝莎，真是受宠若惊，谢谢，受宠若惊，谢谢红包，谢谢林果的红包，谢谢老沙的掌声鼓励，谢谢米收收，哎，米收收很棒哎。天气不错哦，谢谢米收收的 sing a song， 全家之宝，孩子啊，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啊，悲伤送的礼物交给你了，哦哦哦，谢谢码头的玫瑰跟老沙的掌声鼓励，可以讲红包，哎，其中一包好像真的有钱，哎，不知道为什么里面会有钱，没有，不是阿悲伤送的，自己装的。谢谢 Kinoko 的告白气球，这样子是 O 吗？还是还好 ？S 级看起来超厉害的，很 O 很 O。Kinoko， 恭喜你！有阿贝桑的加成，恭喜你！100中百哦，很厉害哎，すごい。すごいね，我爸讲。
阿龟要加油，阿龟加油！谢谢 Kinoko 的 love。没有，这可能只会出现一个 old， 就是后来就会慢慢下去。すみません，谢谢我遇到康乃馨。米松说你要加油哦，不要气馁 ，Kinoko 可能只 old 一次了，要加油，大家要加油。是坏人跳出来的部分吗？对，第二个就不行了呢。大家有这个本子吗？大家有这个吗？好久哦，这个超久，我突然在家里翻到这一本，好久。对啊，笔记本超久的，突然在家里翻到，怀旧怀旧时间。Believe you can, then you will。大家看到这个很小行字 ，Believe you can, then you will。AKB48 team to be notebook， 而且它里面是那个文青专用方格子，看得到吗？就是方格子，文青专用方格子，一拿出来就文青的感觉，方格子就是文青，心里不认识这个好久哦，这真的好久，久到我都忘记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甚至忘记它到底有没有卖了。哦，是送的那种。2018年12月23日，好久哦，好久哦，感觉很棒，对啊，买全哦，这是送的，都忘记到底这个东西有没有出现过，好久哦，真的很久。再杀一点，你懂吗？再杀一点。谢谢浪里的挥手的咖啡豆哦，两光晚安。你卖400，你现在开始，现在在杀价是吗？还有、哦、还有徽章，徽章我有吗？好像有，好像有哦，研究生场吧，蓝色的徽章，我是蓝色徽章，确实。学费好像有点贵，可能大学会有点贵，对啊，可能不止1000喽。谢谢灰原的玫瑰，对啊，很久，这是主族吗？主族上，主族上，稀客稀客，晚安主族，你要收这本，这是有历史悠久、充满爱的 TV 笔记本。第一次，第一次的周边吧，是吗？好像哦，有可能，不对哦，第一次是那个明信片。猪猪你好，猪猪猪猪，原来是猪猪，猪猪真的很酷哎，每次都觉得猪猪真的好酷哦，穿搭的部分超酷。没有充满灰尘，充满灰尘是什么？它很新。一尘不染，你都比他多出1000，谢谢大家，我的学费有着落。哦，绿草地的虫，绿草地那么近吗？也没有很近，一年，大家绿草地一年了。我上面有那个绿草地的水水，好喝水哦。还插的吸管是哪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插吸管，粉红小吸管。你能送前辈什么？你可以送我一个 kiss， 谢谢。我知道祖祖最喜欢送 kiss 了，没有，祖祖还没送过 kiss， 祖祖可以送我 kiss。
煮住了辣夫，感动。谢谢祖祖的辣夫，谢谢拜了 kiss 猪猪。祖祖下次见面可以送我 kiss 猪猪，当面的 kiss 猪猪。没有，是不是前辈太主动会怕？谢谢 Kinoko 的 kiss 猪猪跟灰原的玫瑰，你送我，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心意。下次可以当面送，对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可以当面送。谢谢橙色的玫瑰，原来是咬一口部分，可以可以，不行不行不行。瑞婷你会咬，可以跟瑞婷一起咬。嗯，瑞婷是咬肩膀，他会咬肩膀。嗯，可以送我物理的 kiss 猪猪，谢谢。kiss 猪猪太轻了，OK。很棒，我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再商讨一下，嗯，可以再商讨一下。一家真的很爱，对，雨林都不亲我，哎，拿朱米，拿朱米，我只有被拿朱米亲一次，负责被咬，轻咬可以可以，任性咬比较痛，对，任性咬痛的咬，痛咬，我们会下退，没有。没有，所以对雨林是要欲擒故纵，就这样讲嘛，欲擒故纵，渴望被擒，太边缘了，太边缘了。陈川石壁凯，我觉得有可能，非常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对，雨林可能那一次可能是因为要拍影片，我们不能那么悲观，不要那么悲观好吗？通知一下雨林，请通知，请通知，请九蛋通知祖祖拜拜。大家等一下去可以看祖祖，大家可以轮流看，看两台手机。想说播之前看看前面哦，祖祖，哦，送我礼物哦，感动的死呢，感动的死。感动阿力卡头，拜拜，妈妈要走了。一家上次被摸也是大家通知，怎么这样？有时候需要粉丝间谍来通知是吗？晚上好，少年 Z， 少年 Z 是人品困，林品困吗？林品困，谢谢少年 Z 的樱花雨。上大学该去回礼。该去回礼，回礼，回礼，你说回礼谁？谁？阿飞上吗？还是谢谢少年瑞的樱花雨，聪明吗？没有啊，看看你大头贴而已啦，看看你大头贴就知道了啦。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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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试结果已经出来一间了，大学生的事。我现在是准大学生，但是那间还不是我第一志愿，但是我有争取二，开心开心开心。啊，你说回礼祖祖，好，回礼祖祖，听班导说废话，班导的话要听，乖乖听，不用指考了，好快乐哦，第一个才出来，谢谢，谢谢。对，正确拉不了，这样子。谢谢 Kinoko 的掌声鼓励，一个杨雄的掌声鼓励，一个 Bad 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不跳，狂客，一家大学生，虽然第一志愿还没出来，但是至少有学校可以念的。教授就是问说。用三个形容词形容自己，我就说我自己很可爱。看来教授很喜欢，就是学生说自己很可爱，所以给我争取。教授喜欢我说可爱，请用三个形容词形容自己。第一个，我很可爱。教授这个意思可以，没有是指那个。那个个性很可爱，我说除了长相可爱之外，更重要的是个性很可爱。第二个是耐摔啊，第三个是热忱。
大家不会介绍自己。大家好，这时候大家 O V E R T U R E 都怎么念啊？我发现大家我们是我之前都是念 Overture， 但是我去看了 Zuki 上，他在就是有个英文小教室 ，Zuki 上的英文小教室，就是他就是 Overture 这个词 Overture。但是 overtune， 然后结果我去听正确发音 overture， 然后我跟小琴一起去查的，就是看 overture， 然后我就跟小琴说，我们以后他要念 overture，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叫 overture， 超屁孩。Overture， 可是我们也都念 Overture 啊，就是工作人员啊，或者是大家，就是一般在念都是念 Overture，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突然不知道怎么念 Overture， 不知道 Overture， 但是念 Overture 是很快的，我们等一下可以进行我们的 Overture。AKB48 Overture Cosico， 但我们念 Overtune， 你都念 IKEA 吗？可是我都念 IKEA。 大家都是念 overture 吧，是我们去查，然后他念 overture， 我们去查那个英文字典 overture， 我觉得以后要念我们的 overture， 装好像很厉害样子，没有很厉害，就大家都听不懂在说什么 overture， 语言是要拿来沟通的、啊、overture。林哥晚上好。为什么会念到 overture？ 为什么时候会念到 overture？看不懂的是啦。Overture。还有。Overture。Zuki 上的英文小教室。送哦，被送了。真的，我要看。哦，里长候选是另外一位吗？对，另外一位。OK， 我们来喷一下酒精。看不出来呢。有了。可以，我们要清洗手。还没看过呢。哎，我是看哪？哔哩哔哩吗？好像是。突然干洗手，因为妈妈拿到了一瓶干洗二氧化氯消毒液，消毒液。你有讲那个教授说永远支持你那一段吗？对，教授真的很感人。没有，哎、欸，我要先跟他讲，就是呢，因为我那叫什么，我之后其实昨天就开始，我昨天开始进行了每天一文章的计划，每天，今天来到了第二天。就是我每天会写一个500字左右的文章，然后我在之后会放出来，就是每天都会写。我的计划是什么？每天写，我念就可以出一本书了。五百乘以365，一年就可以出一本书了。一文章，我刚讲一文章吗？
一文成500字行，够了哦，这个还好，这个已经没有很好笑，这个没有很好笑。你的字对我尽量，我尽量。支持多久？是支持？等一下，我想一下，是支持多久？支撑多久？维持啊，维持多久？对，放在 IG 的，放在 IG 的。你说真香的部分吗？香香，二氧化氯不能吸收，妈妈，二氧化氯不能吸收。我喷错了吗？我喷错了。他说是拿来喷门把之类的。我手术是要腐蚀的。糟糕了。哈哈哈哈。洗手一下。我要去洗手，我要被腐蚀了，各位。我要被腐蚀了。笑声，我今天已经来到第二天了耶、yeah ！那我文章，可是因为我不会当天发当天写的文章，我大概过个四五天吧，过了四五天才会发当天写的文章，所以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每天500字很不容易，对，像我今天就写了400字，我昨天是写600字，然后今天写，哎，差不多吧，这样两天各500字啊，不错。稍稍太过分咯，没关系啦，喷太多好，我没有喷很多，还好还好，我没有喷很多，乱喷，告诉大家这叫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欸、没有，这样感觉很像贬低社会主义，没有，我好，我的社会主义，没常识没常识，对不起，すみません，怎么 Miso 说 IG 只能看香？没错，我只能看香，是吗？我是站起来，我是站起来。Hello, hello, hello。你没有影像，我自己是社会族，好吗？依然喷全身太可怕，我酒精也不会喷全身啊，酒精喷全身也很可怕吧，酒精喷全身还没有喷过全身，我不会啊，像我工厂在你们工厂里面它就会有酒精消毒，我没有工厂，所以酒精喷全身是 OK 的，很正常，会醉，有人说会醉，它是用喷雾的，还有酒喝的。哇，不醉！妈妈很呛，妈妈很呛。这礼拜有鸡汤吗？上礼拜吧，上礼拜不是鸡汤过，哎，是上礼拜没有见，上礼拜有鸡汤吧？上礼拜鸡汤过啦，是下礼拜。还是你们都想跟妈妈聊天？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没关系啦，你们聊。上头有对吧 ？Hello Hello Hello， 妈妈还没看完吗？看到第几回了？1098。哎，快嘞！快了快了，是1200吗？大概那是1300多回，大概是还300回。妈妈还剩300回。你说说说，你今天怎么那么常讲话？是不是小说看完了？怎么那么常讲话？太好笑了吧？对，就是我要进行的第一个计划之一，就是每天写500字的文章，然后发给大家看，发上 IG 给大家看，就是顺便训练一下自己的文笔，对不对？不然现在文笔啊不太好，退步了、啊，怎样？学测完开始，学测完就是学测成绩，学测完智力开始下衰。就是这样，学车要开始，学车网开始下摔，所以需要给自己做一点事情。
你要推荐，林狗推荐，我帮你给妈妈看。林狗说他推荐书给你。哦，暂时不，好吧，那我好，我可以推荐推荐。散文还是小说？穿越小说。看手机啊，妈妈是看手机。没有，我看电脑。哦，差不多啊，就是网络文章，网络文章。实在是太伤眼睛了。网络文章。推荐啊。推荐，开始耍废，没有，还没开始耍废，但是现在已经面试完，不知道会变成怎样，不知道会变成怎样。今天播的歌单是新演员的歌单，是因为我这个面试受到新演员的帮助。这讲什么意思？我这次的面试受到新演员的帮助的意思，就是呢，我在面试的前一天去成品逛，面面带我去成品逛，然后面面先回去了，然后换我留在成品逛。然后呢，我就想说，来买一本书好了。人生就是如此的随意。对，谢谢。Hoshino-san。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Hoshino-san。Gen-san。Hoshino-san、ありがとう。就是呢，我就去买了一本书。当然，去买了 Hoshino-san 的书。从生命的车窗眺望，赞，哎，还有那个手刷，啊，还有手刷的那个签名小卡，不是签名小卡，复制签名小卡，给大家看，复制签名小卡，反正我就，哎，也不是励志类吧，就是。好心路上的一些小故事，对，印签就是这样。然后呢，为什么说受到很大的帮助呢？就是他知道其实我平常没有什么在看书，对，我只是昨天就前天刚好心血来潮买了这本书，然后买就看了半本了，然后结果隔天去面试的时候，我就一坐下来，教授没有叫我哦，另外一个科系，因为不是跟刚刚那个 festival TTV festival 的那个不一样，就是另外一个科系。然后我一坐下来，他没有叫我自我介绍，我一坐下来，他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说，你平常有在阅读的习惯吗？他说阅读吗？然后他说，就是你平常有在阅读文字吗？就是阅读有没有阅读文字的习惯？然后告诉大家，其实我平常是没有的啦，但是我昨天不小心买了一本书，所以呢，我就说有，我昨天还刚好买了一本，不是刚好有，而且我昨天还买了，才刚买了一本书，我昨天才刚买了一本书，哎，听起来超厉害，这样就一副有在买书的习惯，没有，昨天，好吗？就昨天，不小心买了一本。所以我说有，我有在那个读书的习惯，我昨天才刚买了一本书，听起来超厉害。上次不算，昨天真的买了一本书，但是我最近真的有在看书啦，就是除了这本以外，还有看三毛老师的，还有白先勇老师的，还有就是那个辣炒年糕那集，最近也看蛮多书，为了面试。哎，不要讲那么白。但是我最近也看了四本书，哎，好像也蛮多的啊。最近也看了四本书，给大家看，但是寂寞的十七岁，这里，寂寞的十七岁，不错。你不等，不用等了啦，反正我有学校了啦，我有学校了。没有，这也不是诈骗啦，就是我昨天真的有去买一本书，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好心路上阿里卡猴猴猜吗？我没有骗他，我最近真的看了四本书，四本其实不少，
对吧？四本不少啊。最近哎，在短短的一两个月间。还没放榜吗？还有一些学校还没放。现在还是可以看啦，可以看一些课外书，不错不错。就是面试就是如此的奇妙又神奇，奇妙又神奇是什么？奇妙又神奇，哎呦，卫生纸。扎卡晚安，こんばんはです。谢谢浪里回首的枫叶，现在只看小说，可以推荐给妈妈，妈妈需要大家的推荐。所以我跟大家讲，我最近突然看了《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什么月行娇妻，不会忘记台湾的翻译，月行娇妻，突然的看。我最近做了超多突然的事情。谢谢浪客859的医用口罩，就是学测完真的是突然多了很多时间可以做，就是之前想做的事情，很开心耶。没有，现在小同学会被骂死，先不要，还不想破坏我们之前的关系，好，不要看看，可以看一下，蛮好看的，可以看。妈妈可以带一家去登白月了，耶！妈妈要带我去登玉山了吗？还有表哥哈，我爬不动了。你爬不动，表哥不是还要叫跟你去爬？对。哦，对，他讲多久？他讲超久哎，他爬过了没啊？到底没有啊？因为都没有抽上了。好，都没有抽到。他好久了，好几年了，他讲好久了，然后一直都没抽到。讲两年，两年也很久了，两年也很久了。对麻将，我不会打麻将。两年很久吧，两年很久。什么带着一家太累，还好吧，我也是。有爬山训练过的啊，我也是爬了很多山，很多吗？好像也还好。表哥前几天还在讲，前几个礼拜还在讲。18岁太久了吧？没有啊，可是阿贵现在不是也才18岁？自己讲有点心虚，没事，对不起。大家就一直没抽到。妈妈还不需要，没有，我可能也没有力气摆那个耶，这样我可能耶就这样，不想拍了好吗？公屏再拍。耶。耶，快乐快乐。哦，对了，我先跟大家讲，就是我第一篇会发的小故事，就是我是每天写一篇，就是那一天发生的小故事，或者是那天的心情啊，或者是那天发生的一些琐碎的小事，就是把它记录下来之类的。然后我昨天就是写面试的事情，但是因为IG 比较没有写那么细，所以我这里先跟大家讲一下。吃芒草是什么心情，就是我觉得蛮快乐的，因为就是那天是就拍 MV 嘛，所以我觉得吃芒草，因为芒草是洁白的，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洁白的东西，我希望我可以就是吃下芒草之后，就是带着这个洁白的心情然后继续往前朝着梦想前进，这样子。对，所以我
我觉得芒草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洁净的物品，所以我觉得很棒。芒草是什么口感吗？其实我没有吃欸，就是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是芥味，对，就是基本上就是使用一个芥味的拍摄。那什么是芥味呢？就是对，就是芥味。大家懂对啊，我以后就会每天发文嘞，如果我能坚持下去的话。爱就要拍，我就是看大家想不想看啊，不想看就划过啊，想看就看，就是这个样子啊。像米手手不想看就会划过啊，应该是我写的东西就是给想看的人看，不想看的人本来就不会看啊，对吧？写给自己看啦，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训练自己的文笔，这样写给自己看，可能过了几年，然后回头看这些文章会觉得很有趣，这样子。一天一次500天，哇，那还蛮久的。照片养狗，所以就是要每天拍照，每天拍照。梗够倒也不是要写那种很好笑的东西，就是一些当天的心情吧。可能今天发生什么小事啊，或者是今天看到天空怎么样啊，就是一些很零碎的小事，零碎的小事就这样。毕业倒数几天，哇哦，快毕业了！天哪，现在不到两个月，再不到两个月就要毕业了，很可怕，很期待，谢谢。就是有点文场，大家看完的话会很感谢的。没有哎，我的照片都要发完了，而且加上重点是，我原本有很多想要发的照片，但是我照片集的照片突然都不见了，就是手机的照片突然不见了，然后到现在都还没回来，突然不见了，超问号的。原本在那叫什么拍摄智力大考验那天拍了蛮多照片的，结果都不见了。嗯，没备份，没备份，还好我的就是生写真的照片，拍生写的时候的照片都有备份，就是。以后业配用，没事，不是自己删掉，就是某天起床发现全部都不见了，超可怕的。天天嗨进去，回，不是云端的照片都还在 ，Google 相簿的照片都还在，就是手机本体的照片不见了。你也不见了吗？对，我们照片对，好，以后备份。人要失去才懂得珍惜。智力塔，对，对，是跟韩寒的照片，但是不见了呢，不见了呢。睡着压到删除键，那也删太多了吧？但是都不见了，全部都不见了。Hello 王只拿到 Hello 王，智慧王拿到第四名。这个就是我粗心的部分，我会多多努力，谢谢大家。我粗心错了两题，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还好，因为我不是学霸，就不能说我不是学霸，所以我觉得还好，不会很可惜，我觉得很棒，尽力就好，尽力就好。我去的，对吧？
手机照片就会突然不见哎、欸，好可怕！手机的照片会突然不见。一次已经很厉害，对，所以还好，还好没有很可惜，我觉得很不错，我觉得很棒，很棒，没有很可惜，很棒，完全不可惜的是，不理不理，绝对不理。哎，我最近喜欢上这句话。不理不理，再带不理，不觉得很可爱吗？我现在我家新的欧娜开吉赛的石油要变成不理不理，再带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再带不理。Google 相，因为我之前有把 Google 相簿的照片删过，但是手机的照片没删过。不理不理，再带不理。没事，谢谢，谢谢浪里的挥手的咖啡豆。为什么念起来呱呱呱的比较可爱？不理，而且要有那个 B 的音，要有那个 B 的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好像在 B-box， 不理不理，绝对不理。要那个 B， 他在干嘛？不理不理不理，绝对不理不理不不不理不理，绝对不理。对，就是这种概念，大家懂吧？不懂没关系，不需要懂，在那边自嗨就够了。不理不理，绝对不理。你好，你好。就不见。再待。哎，对了，我下次的直播时间是明天。最近好像就是感觉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一次直播。最近好像一二一三这样子，但是一永远不会变。是不是都一直在星期一的时候直播？大概就是因为有事情 guess， 所以没有办法播。乌咪现在没有办法了，乌咪现在不乖了，他没有办法抱。Lingo， hello， 你要去找啊？没有办法，所以我明天还是明天，我明天也是明天什么？我下次播也是明天的晚上七点半。哪里？哪里？镇定，站住 ！Hello， Hello， 加油好吗？这首叫《Family Song》，它怎么变得？它现在是一首很可怕的《Family Song》，可怕的《Family Song》。我来换一首歌，不行哎、欸，网络连线发生了问题，你发生了什么问题？没关系，我们放弃。我们现在开始来听凤飞飞的歌。突然，
红人生就是如此的突然如此的突然。再来听嘉义凤飞飞喜欢的凤飞飞。对，人生啊，人生就是如此的突然。太棒了，妈妈要唱了吗？妈妈唱起来，递麦。我们没有要唱的意思，妈妈唱吧。百万粉丝在等着你呢，你的百万粉丝们，你的百万粉丝们在等你的歌声。喂，帮你架好麦克风。但是妈妈没有要理我的意思 ，OK。妈妈无视我，妈妈拘缚，拘缚我，妈妈拘缚我，开始。永远的爱人，我就是学以致用。妈妈拘缚我是这样用吗？拒绝否定，妈妈，妈妈拘缚我，有跟上时事。有跟他时事吗？晚安阿华。今天乌咪出来过吗？没有，可能不会了。乌咪今天可能不出来了。乌咪乌咪再带乌咪。我妈进去了，好的，不学学姐，妈咪拘缚我。乌咪，等一下，大家看到乌咪突然跑上来留言，没关系。乌咪，九二七这块干企鹅的 love， 我觉得怎么都是乌咪毛面派，全部都是乌咪毛。乌咪一直都超派的，全部都是。现在瑞婷来也没用了，好吗？这不是瑞婷的问题了。对，我现在满脸无名了。是打事情吗？是这个原因吗？睡之前没有任何的爱意是吗？是这个原因吗？你的爱意。我突然看到一张我很可爱的照片，决定与大家分享。秋托马蒂，可爱吧？想起来，哦，很可爱，是不是大家都在这里拍？
拍过照片啊，感觉好多人都在那里拍照，很可爱、欸，这个眼神很衰，很衰的感觉，就是很无辜，无辜可爱。现在的我，我要来模仿那个眼神。他嘴巴这样，干嘛是瑞婷吧？干嘛不是瑞婷吗？哦，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没关系。刚开，多少青春不在，多少青春已更改，我还拥有你。被太阳荼毒，哎，现在也没有被荼毒好吗？现在是充满了阳光少女的感觉，现在是。不是模仿企鹅，不是模仿你，是我自己，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吗？就是。的感觉，可以让那边加播吗？没关系，我在找更多的了照片给你们。没关系嘛，不想看我嘛，没有关系啦。其实我觉得，还好。真的觉得还好，就觉得没有关系。想2003年，看一下2003年。对，现在是健康。掌声响。哎，我想给大家看。就是我，哎，我住院是什么时候？我住院是什么时候，妈妈？掌声响起来，我住院是什么时候？几岁啊？2004年。哦，我看到了，我给大家看我大象鼻，我的大象鼻。等一下哦。1、2、3，好像很可怜，感觉蛮可怜的。大家珍惜一下现在健康的我，好吗？大家珍惜一下。对，没错。大家珍惜一下现在的我。我还跟护士拍照，哎，太开心了吧！跟护士拍照，好像玩得很开心，好像玩得很开心。爸爸玩得很开心耶，妈妈你看，爸爸玩得很开心耶，爸爸也拿我的氧气罩。哎，怎么突然翠环吓到？哈？啊？不要看我。好拽哦，就这样超拽的。谁的手？可爱哦。回来咯，不要吓到好吗？他小时候就跟一堆护士合照这样子。什么宗旨？然后小时候都去麦当劳庆生，也不知道什么。哎，这张很我。小时候就喜欢跟芒草玩，他是日芦苇，不知道，可爱吧？但我小时候的照片就彩色了，可爱哦。可爱哟，可爱哟！
我现在也可爱哟，一家金妈妈可爱哟。韩国之旅，韩国，我记得韩国发生了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去韩国，然后我跟姐姐从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抢东西玩，然后我记得我去韩国的时候就是在抢妈妈的外套，哎，我好像有没有照片，我记得那时候有拍照，不知道，反正我们就在抢妈妈的外套，然后姐姐抢赢了，然后就哭，然后后来我就抢，哦，我抢没有，姐姐先抢赢的，然后后来你叫姐姐把你的外套让给我，是这样，然后反正外套是妈妈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哎，一直抢一直抢，小问号，像从前。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几点？现在时间是这个8:43，给大家看一下时钟，这样子。哎，怎么游标放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那也是很拽，可爱吧？老沙，老沙，老沙，不要难过。超在，可爱呢，好想念，现在不想念吗？现在呢？现在不想念，那应该是脏东西吧？那应该不是纸吧？我脸上没纸，那应该是脏东西，沾到脏东西了。现在回复，那叫什么？沙碎模式，现在是沙碎，大家好，你要给你半年踢自己的手，但是我脸很不软欸，我脸是那种很扎实，我有捏过那种超软的脸，我脸就是很不软，我很扎实。我一顶上啊在遐大，你是我的上面子。要开一个好可爱的脸，可爱吧？那是蛋糕，那是蛋糕哎、欸！小时候超常做蛋糕，一直在做蛋糕，但现在比较没空做蛋糕。大家看可爱的我好了。很可爱，睫毛很长呢，睫毛很长呢，很胖，很胖，很胖。感觉我小时候超忧郁的，小时候感觉快得忧郁症，在4岁的时候没有啊，很可怕。小时候好忧郁哦，小时候好忧郁。喂，你又刚刚挖。所以是有效。
我找不到，直接放小时候的照片吗？好像是可以哦，就是不知道，最近每天这样，每天都要一个，每天都要一张图哎。我要念给大家的是三年四班王一家国小三年四班的作文，一家的作文。对，我们现在分享小时候的东西。今天早上我们在厨房，配合这个有点古老的音乐，我们在厨房做了一个菠萝面包，接着开始进行我们的户外教学。我每天都跟安亲班老师说我对今天的期待，终于到了这一天，我们开开心心的出发。然后到了，哔，这里的面包香味早就传进了我的鼻子。看一看，这里真是人山人海呀！我看了一会儿，我最想吃的是法国烤布雷，它看起来超好吃的。等我回家时一定会过来买的，有吗？接着老师要我们出去了，我就看到有人在做甜甜圈，然后我们拍了一张纪念照，再回来公园分享我带的点心，度过了难忘的一天。很厉害很厉害，老师的建议一，文章英语分段，而且要有主题。我没有主题，老师对不起，我没有主题。我没有主题吗？有吧，我的主题是吃菠萝面包。我的主题不是就是去户外教学吗？有吧。这次的文章有点乱，找不到你文章的重心，内容贪心了点。哼，老师85分还是很高啊，老师给分给很宽耶。老师，很难过，但是我后来就90几分，老师给分给很松哎，老师给分给很松哦，不错哦。给分也是感觉不错不错嘛，没有在业配，没有在业配。对对对对对，一天我已经写了第二天了，好吗？这不是可不可能的事情，是必须去做，必须。这已经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了，是我必须把这个当成工作的一部分了。谢谢大家，就是强迫自己去做，强迫自己的事。相对，对，坚持一周，没有，要坚持一年，坚持下去了。其实还好啦，我可以写的东西超多的，而且我昨天就写600字了，怎么这样？没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写，就算没有事情，你也可以写很多事情。励志小猴，好久，那个他长大了吧？他长大了对吧？好久这个东西。50分了，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的。听到了要念排名的时候了。そうですね。念排名了ですね。妈咪借我念排名。借两光的心之怪。好啊，蛮可爱的啊 ，Ben 不错啊，画很快啊，画很快啊 ，Ben 不错啊，我觉得很好，谢谢 Ben 的心之光。
啦啦啦，不错嘛。15名是阿华真心状口给大家对走，谢谢阿华真心状口给大家对走。14名是主竹口给大家对走，谢谢主竹鸡肉饭。13名是老沙 solid 口给大家对走，谢谢老沙 solid 口给大家对走。12名是低调挪会员口给大家对走，谢谢低调挪会员口给大家对走。11名是傻哭啦樱花口皮大对走，谢谢傻哭啦口皮大对走。10名是小白兔口皮大对走，谢谢小白兔口皮大对走。9名是码头口皮大对走，谢谢码头口皮大对走。8名是浪里的挥手口皮大对走，谢谢浪里的挥手口皮大对走。7名是尾鱼口皮大对走，谢谢尾鱼口皮大对走。6名是许阿贵口皮大对走，谢谢阿贵口皮大对走。5名是西西口皮大对走，谢谢西西口皮大对走。4名是邻国口皮大对走，谢谢邻国口皮大对走。3名是米收收口皮大对走，谢谢米收收口皮大对走。2名是很 old 的 Kinoko 口皮大对走，谢谢 Kinoko 口皮大对走。1名是 Ben 乌米神推口皮大对走，谢谢 Ben。 妈妈欢迎，那 Ben 可以来交作业了耶、yeah。一下等着再去写，我今天份的已经写完了，我今天已经写完了，我已经写两天了，可以的，只要坚持15天就可以变成一个习惯。一定是因为有乐乐一家，哇哇哦，Ben要交作业喽！谢谢你，不要，我们要坚持一天写一天。其他可是我已经不要，我已经江郎才尽了。你要听什么歌？我已经江郎才尽了。好啊，但是我已经江郎才尽了。先写30天，太多了吧？没有，没有走一个日记风。没挡到吗？我的这里看起来有挡到，哎、欸，没关系啊，算了啦，就这样了。可是我这里看起来有挡到、欸，哎，好小。要弹什么啊？倒是说说。您倒是说说，第一首学什么？吉娃娃，吉娃娃，吉娃娃，吉娃娃。哎，我要查吉娃娃有没有和弦。吉娃娃有和弦吗？吉娃娃，天哪，这首歌有点久没出现了。吉娃娃吉他。吉娃娃，哼，吉娃娃有和弦，有点好笑。福利熊，熊福利，居然有人做和弦了。嗯，夹几个？一是夹几个啊？
身边陪伴着我。我不知道怎么唱，忘记怎么唱了呢。但是结束我们的功课，谢谢 Nano 的蓝色音乐棒，吉娃娃，好久的歌哦，这首已经要变历史了，太快了吧，太快了吧，已经那么快就要走入历史了。小小小很重要的好朋友，谢谢两哥的掌声鼓励跟李果的掌声鼓励。随便啦，没有便利时，突然忘记怎么走场。小时候，都是有，都是有。小时候，老师说，笑到穿透自然之。长大后，哦，老师叫我苏，你们好清楚。小时候，老师叫我苏玉，穿透小偷自然知。长大后才发现，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有太多太多要去追求，有太多时刻失去自我。就现在放下执着，大声说，随便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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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小时候老师教我俗语，穿到桥头自然直。长大后才发现，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不知道和弦是什么，有太多太多要去追求，有太多时刻失去自我。曾经的那个天使 Mina 说他要改旋律，但是我不知道他好像改好了，但是他还没有给我听过。好像我不知道欸， Mina 说 有改旋律了。曾经的旋律是什么？嘿，你是天使吧，从来没有太多的虚假。然后呢？多久忘记了啦。从来没有太多的虚假，勇敢去闯。嘿，你是天使吧？对，不错。哎，不错啊。是啊，是天使，是天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爱你是天使吧。恭喜面试，谢谢。突然，怎么大家都那么突然？突然的恭喜，突然，哇，谢谢，谢谢米收收的红包，感恩米收的，感恩一波呢。还我可能忘记我了，哎，还有一包，谢谢米收收，感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红包，还有恭喜！谢谢米收收兴趣罐，谢谢浪里的花手的掌声鼓励，跟老沙的掌声鼓励，跟码头的好多金州金州的死，谢谢你的金州的死，谢谢 Ben 的凤梨跟香蕉，可以开始废了。等其他面试放榜，还有期末考，我应该可以毕业吧。谢谢码头的好多草莓，跟米收收的很多香蕉跟草莓。咪哆瑞哆，咪哆瑞哆，瑞哆咚咚，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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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沙的掌声鼓励。大家都是等交完，就是交完功课，然后开始丢礼物是吗？还有期末考啊。还有期末考，还要拿学分，还要拿到学分。期末考什么的，随便啦。不叫啊，对啊，很可惜啊，大家。谢尾鱼的草莓跟香蕉，大家都不想交作业，太可惜了。加一下码头的 love， 真是的，米叔叔，对啊，没关系啦，下次加油，明天啊，两个多月糜烂生活，好多事情想做嘞，天啊，这里突然多了一块卫生纸，好，想拍很多影片，很多影片，才发现不是这，被配啦。下礼拜对不对？好像是下礼拜哦，加油一波！考完就结束了。加油，佩拉！好像是下礼拜哦，大家加油一波！这礼拜哦，对，上礼拜是下礼拜，所以这礼拜是这礼拜。这礼拜加油一波，超快的，超快的，好快哦！这礼拜好快的。好啦，那我们也差不多要 say 再见了，我们的水果要跟大家出来说晚安。谢谢码头的新之冠，对，我只剩毕业考了，太棒了，我只剩毕业考热。说再见。欢迎爱鸡肉饭，晚安。卡丘鸡肉饭，晚安。九单鸡肉饭，晚安。两光鸡肉饭，晚安。佩拉鸡肉饭，晚安。一边怼一边很，这样不会专心，绝对不会。码头，我不是白噪音。码头鸡肉饭，晚安。现在码头真心告白。米叔肉鸡肉饭，晚安。大佬鸡肉鸡肉饭，晚安。阿怪鸡肉饭，晚安。到哪了？老沙鸡肉饭晚安，泡芙大叔鸡肉饭晚安，尾鱼鸡肉饭晚安，阿皮亚鸡肉饭晚安，阳光鸡肉饭晚安 ，Kinoko 鸡肉饭晚安，卡丘鸡肉饭晚安，愚者鸡肉饭晚安，志伟鸡肉饭晚安，夜空 Sky 鸡肉饭晚安，被阿欢打 call 的 Nano 鸡肉饭晚安，灰原鸡肉饭晚安 ，Bat 鸡肉饭晚安，领国鸡肉饭晚安，米叔叔鸡肉饭晚安，普拉鸡肉饭晚安，云雀帮小 MM 晚安，鸡肉饭晚安，妈妈不播，阿里的挥手鸡肉饭晚安。你说。
妈妈明天见。林尊重，林尊重，林尊重，ダメです。林尊重。噔噔，嘘，教授拜拜，不会再的事哦。好啦，那大家晚安，明天见，明天七点半，五、四、三、二、一，拜拜。对，今天是美心衣服，拜拜。